次来了。推车已经在后面了，然后我这个是小孩的，是尿布啊那些东西，打开看一下，尿布，他的玩具就是像固齿器、奶嘴，这刚刚消毒好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夹链袋里面。B 五有时候他在外面如果便便的话，然后可能屁屁会红红的，所以我就要帮他带这个。这个是我在阿卡奖买的，是消毒手的。摸到也没有关系。湿纸巾、尿布垫、防蚊贴，擦手的，还有消毒除菌的米饼。有时候他如果哭的时候，我就让他吃一下米饼，他会比较冷静。换洗的衣服，有时候他可能会便便沾到衣服啊，所以带一件就是备用。围兜兜，因为可能我等一下会让他在外面吃副食品。临时大桥。跨海大桥吧，对不对？很高啊，现在跨过这一道桥，我们就到淡路岛了。淡路岛的淡路岛大吗？大概多大？150平方公里。Hello。所以绕淡路岛一圈，大概是150公里左右。淡路岛的牛奶也蛮有名的，对吧？这边也有很多洋葱，看这边是淡路岛的洋葱，很大颗哎、欸。我那个凉顶，我们打算去那边拍照。一个洋葱，可以在洋葱这边拍照。给洋葱，不吃这洋葱。好适合哦。笑ってる。笑ってるわ。不会念耶，大明门桥纪念馆，然后这边一样就是有一些餐厅，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吃饭。有一些餐厅看起来很好吃哦，淡路牛。好，我们去先找东西吃吧，肚子好饿。然后这边其实卖的东西跟刚刚差不多耶。
洋葱的钢琴。他们在排那个夹洋葱，然后夹到一颗，他就会送你一袋的样子。大家都在拍那个洋葱。哇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它这边有入选。排队哦。哇，很多人可以坐在这边，就是看外面的景色，还蛮漂亮的。这是万能洋葱酱，很烫耶！哦，好浓，好好喝哦！拿一个这个，它做的好可爱哦！这么贵？它冷藏区。芋片看起来还不错哎，然后还有这个，它种类蛮多。买了一个这个，等一下想要试试看。人非常多，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要排队，因为我们肚子好饿哦。大概排了20分钟，就轮到我们。的洋葱好吃吗？好吃。喝一下它这个，他们这边有名的那个檬，很清爽，这个好喝，有一点像咸柠七耶。然后另外我们还要点这个洋葱圈，超大的。右边，上面，下面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我们刚刚买的这个双麒麟，原来这个下面是优格，好吃。我们以为整个都是双麒麟，这边有写啦，还有写优格。想要去外面那边啊，去吧。这个后面这边好漂亮哦，是哦，很美耶，很高，这里也刚好很高。大家在拍那颗洋葱，我们要先拍个照。这边还有这个可以坐哦，然后这边还有椅子。跟这个小座椅，这边大家在看景色，结果刚刚我老公竟然说，很像澎湖的外岸渔港。亮。
是现在太阳还是很大，这边看得到海，很漂亮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回程了。哇，现在太阳真的是很大，现在九月还是蛮热的。如果带小孩的话，这个时间出门室外的活动时间可能要减短，不然的话小孩也不太舒服。如果有来这个淡路岛的话，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。